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SY 满足呢这个二次函数了，那你带一下去的话，他要你求 y， 哦，你就直接把它带进去就好了。不过我们晓得哈，这个函数图形哦，对称你呢 y 轴了，就是对称你 y 轴，然后呢最小值是1了，那碗口呢是向上，所以它左右对称，所以带这个跟带这个一样，带这个跟带这个一样。好，那我现在的话哦，给它带负二的话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负二平方是4嘛，4加1是5。哦，你给它带负二的话哈，这是等于5，等于5了哈，这是5。啊，跟什么呢？跟带二是一样。哦，所以说5这是5。那你给它带1的话，给它带1的话呢，这是2，这是2，带负一也是2。哦，就是带，哎，这是2，这是2。那你给它带0的话，带0的话就1啊，就这一点1啊，带1。哦，所以答案的话哈，这里答案的话呢是5212。